你怎么来了？他又打你了。走吧，先不进去。你慢点吃，那么大动静干嘛呀？哥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？俺姐比我们学校食堂做的好吃多了。废话，你们学校食堂一碗3块钱，我们那儿一碗6块。你这个也就值6块钱。有本事你自己挣钱去，去吃北京炸酱面，60块钱一碗的。有60，我就吃麦当劳了。别废话，赶紧写作业。小龙，说实话，你恨咱妈吗？我不恨她出走了，我恨她又把你生了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恨爸爸了？要是没有他们，怎么会有我呢？小龙。嗯，爸是个疯子，你说咱俩以后是不是也一样啊？我想不会吧，因为咱妈不是啊。所以你要听话，要不然我就把你送到那疯老头那去，让他打死你得了。3年前他打跑了咱妈，现在又打跑了你，现在是不是没人可打了？你说该打自己了吧？小号114.4。电600，800，400，400。哎，服务员，帮我菜推一下啊。啊，谢谢。能肉菜啊。啊，谢谢。子越。嗯。最近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是工作、爱情。工作还那样，爱情没有。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呢？大哥，在国外问人家收入是很不礼貌的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想上我们公司干活去？没戏。我这个本科生屁都不是呢。不是那意思，你们那写字楼要不要什么清洁工什么的？钱不够花了。是，以前抽4块钱的，现在不保了。这写字楼里的清洁工啊，他不是哪个公司雇的，知道吗？他是这个楼里的开发商啊，或者是那物业雇的。那你们那儿需不需要？肯定不需要啊，我们那公司的活都自己干。不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就是想多赚点钱。哎，这样啊，你能帮我一个忙，我就帮你一个忙。啊？今儿不能说。哥，你什么时候戴上眼镜的？
多少度啊？最近哥看上一个女孩，老来我们饭店吃饭。这个眼镜是一个客人落这儿的，我带她就是为了看这个女孩。好晕啊，这个多少度啊？不知道，大概有600度吧。小龙他现在在我这儿，挺好的，他又胖了。你别和我说这个，你以为走了你就一了了之了？就算你走了扔下我，你也不应该扔下小龙啊！估计我们过些日子都饿死了。我不恨你，我要跟小龙一起恨你。是谁在喊我们呢？肉联厂的也住这儿，再吹人就把你当小猪崽子给卖了。小王，你还记得上次哥听你吹圆号是什么时候吗？跟妈妈在一起啊。你是不是想妈妈了？哥，我该考级了。考级要多少钱呢？累活呢，我帮你找的老婆，真的？啥活啊？你先给我帮个忙，我再告诉你。成。对喽，喝杯酒。买单吧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我，先生，我是你的客人，请你尊重我。是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好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跟你解释，那个条不是我写的，那个条是子月写的，我只是传条而已。子月。你告诉他，
有本事让他自己来找我。哟，宝贝儿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。点菜了吗？嗯，点了一些。你再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哎呀，只要你喜欢吃的都行。子玉啊，吃点什么？你说呢？问他。小姐，你吃点什么？哎，大龙。好。拿瓶啤酒来。哎，大龙。来。大龙，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恭喜了。说实话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俩还不能在一块儿呢。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我还以为是他追我呢。不会不会。哎，大佬，说话算数。下课了。嗯，哥，晚上我们吃什么？晚上吃我，以你的饭量，你看我能吃几天？我想吃饺子，大龙馅儿的。哥，你让我在学校收集易拉罐，同学们都笑我。弟弟，他们喝十瓶可乐，你就可以吃顿早点，他们喝20瓶可乐，你就可以吃顿很好的早点。如果他们喝50瓶，你就可以吃顿午饭了。